首先我们把这个往这边方向拧，然后这边也是往门栏中间这边方向拧。刚开始它这个门栏它这里是没有活拢的，但是我们把螺丝拧紧之后，然后门栏就会活拢。然后下面也是一样，把两边拧紧。拧紧之后，你看这个门栏就可以正常的使用。